打了吗？对，打不了啊，这个。哇，派克已经上来。来喽。微微勾。哇。这什么反应啊？这反应不过来吗 ？Rookie 的 Nico 是我跟你们说，以前哦没胆的单杀，哎，有小兵，然后虚个大把九筒吹走，先 Q 减速到等个 E， 他觉得没蓝，锤，对，没问题 ，E， 他这样感觉没蓝了 ，W W 蓝够了，三够了 ，A 死了，就哇 ，Wayward。尴尬了，怎么有点尴尬了？怎么想说怎么没法都不是？怎么现在威瓦的也能杀下一个了？以前我真的记得以前 TS 两个上的都是被下一个 counter， 还是那个是晴天？我搞错了，真的是晴天啊！那晴天是吧？那不是威瓦的，大黄没打。嗯，炸进塔，这个胆子有点大了，说实话。而且我觉得九筒第一型其实一早了，对，一早，你我刚才说的一早了，再扛他跟慢点用一技能，这闪现也有可能，你慢点你还能把波比的一打断掉。对，我觉得到慢点用一的话应该是可能更好一点，说明都不用交闪其实，哇操，胡子后面是刷野去了，他也没来过下路啊。还是微微的不是微微想抓一波下路，微微这大招，杰克他们能打，杰克他们进化，杰克他们打完之后进化秒解，哇，微微微微直接闪，这波又是 Mark 不交闪，上一波是微微不交闪，这波 Mark 不交闪，但感觉 Mark 这波交闪现的话，闪现经常是的，然后微微微微应该死了，一换一对吧？对啊，那把打野是千珏，露露千珏女型，为什么不说千珏啊？千珏一都没过人了，兄弟们那把。哎，这个位置杰克他们只能交闪吗？杰克他们，哇，马克又死了，千珏一都没过人。马克等会大招是可以斩下自己了。如果刘春这波闪现开到他的话，他很危险。闪开呀 ！TP 后面，尼克 TP， 杰克他们，我操！两个头加先攻，我操！杰斯直接发财。就这波你看起来只有两个头，其实是正，就是这边少两个，这边多两个，四个头，对，然后还减了他的被动，两个感觉亏了五个头，先攻啊！但是大叔跟洛都没打，波比要把他们锤走啊！下一个锤，哇！闪现壁咚闪开，小天小龙是微微的，然后这个打团，哇！波比锤了两个人，哇！我操，等下把 Mark 跟 Jack 那么锤走了。对线不好用，打团好用。对，但是没有助攻，一样的无所谓。这个肯定有用啊！他这么干就有用了。他居然先出不加血，我以为这个。而且这个你捆到了，杰斯接个炮还很痛。这个大树大招是挡的，然后中路这波杰克勒布没闪现，杰克勒没闪。啊！哎，这波感觉救人了呀！都、啊、感觉这两个人应该是要死的，杰克肯定要死的呀。是的，但主要是河道那里无眼小天是不会走这边的，想开杰克洛吗？感觉差一点点，好像闪现就差一点点，应该就差几秒钟。他会被波比锤走，除非他用 W 躲波比的大招，能躲吗？好，被打断，锤了，小天啊，一千八啊，对，一千八停了，停手了。一千八大龙停手，不给你抢大龙的机会，然后小五游侠闪现锤他，哇，杰斯的装备伤害巨高，马克想勾小五没勾到，马克一个九级炮，哇，闪现还是中的对吧？小五有没有斩？就哇。哎，小五知道，小五知道，知道在哪里的小五。啊哇！差点被打，但这个血量够吗？感觉不够啊，不够啊，不够，不够，不够，对，四百五不够，不对。没事，上次兵哥九筒零杠五赢了，零杠五杠零应该更离谱，零杠五杠零。这有想法吗？这怎么杀呀？有胡子啊，他不是先攻，啊，他不是那个相对猛兽确实死了。感觉有效的猛兽也死了。一样，我也是被击飞，被击飞了。啊、有人说零杠一杠二，他救了两个。哎，这 TP，
Rookie 想开 Light， 但队友跟不上输出，而且有个表，太多了，砍了，他有表，不好杀呀 ！Light 这个红刀回血往前底 ，Light 双杀，我还三杀，已经五杀了，哇，全残，两边都是残血。哎，当时那个装备那个伤害是伤自己的还是伤队友的？应该伤队友的吧？哦，这个我就不知道。哎 ，Rookie 变真眼了，那个开的人怎么开了两个肉啊？不是，开了两个上野肉，然后自己死了。对啊，杰克老师叫闪现跑，就走下来这个位置，可能小天是会死的。小天没闪现，装甲猴，但是骗不到人。Rookie 怎么开了两个肉啊？感觉那个眼在那也不会被看到。等下一过去啊，留一个人 ，Light 闪现，这样交闪不如刚才交，确实，而且把这么把 Light 的那个狂风打出来，哎，被锤走，这是假的吗？这是真的 ，JK Love， 我以为是 Nico 的分身被锤走去，原来是 JK Love 被锤走了，下一个太喜欢他了，又把不又把杰克锤走，专门 JK Love， 快点走，我不想跟你死，打出刀招，威娃的想打，威娃的打个屁，瞬间就死，表也没开。转起来，微微死了。杰克罗布这个位置还在输出，杰克罗布这个还在输出，还在一人。狂风之力，一厘米狂风之力 ，Light 这个伤害太爆炸了。杰克罗布没办法把这 Light 杀了，但他有复活甲，有复活甲的。杰克罗布，下一个，下一个太懂了。哦，炮炮炮炮，一波了。还不推，还在虐。